星展银行中小企财智展商机，面对劳工短缺和工资成本上升，原先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设厂的中小企有什么应对办法？由于人民币不断升值，劳动成本不断上涨，有些简单的单、大一点的单我们是接不到，所以我们在2011年就决定在孟加拉的 Utula 设厂。我们的跨境的生产、提高竞争能力，控制成本，这样的项目是很需要我们合作伙伴银行的支持的。中小企如果想进一步发展亚洲市场，就应该找一间洞悉亚洲市场经营秘诀的银行作为他们的策略伙伴，藉着银行对亚洲市场的透彻了解和区域联系，协助中小企推动跨境业务的发展。星展银行中小企财智展商机。